不是约好在这边见面的吗？为什么失约了呢？喂，你迟到还好，一直戳人家哈啊！你以为你在拍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？哎呀，难得啊，来到中学啊，回忆一下那种青涩，很青春的感觉呀、啊。小心一点，哎呦，你不习惯这边的环境了啦。哎，讲真的，中学时代哦，真的就是那种情窦初开，然后呢，你会有暗恋的对象啊，他一个笑容就可以让你融化的。哎，讲真的，我以前的初恋呢也是很喜欢我的微笑的呢。哎，微笑很重要啊，会让人留下一个很好印象。那当然就是好好照顾牙齿，笑起来就会更加的漂亮。嗯、非常谢谢 Colgate 成为青春饭起来的协力赞助。是的，全新 Colgate To The Plaque Release 三倍对抗牙菌斑，让你可以拥有更强健的牙龈，还有防止口腔问题。Colgate 让你时刻保持微笑。Yeah， 微笑很重要啊。我问你，以前你中学的时候啊，就择偶条件是怎么样啊？哇，以前其实真的很简单，不会看那种很现实，什么有没有钱啊，或者是什么独不独立的啊。OK， 最主要是什么？是他会打篮球，然后是那种阳光美少男。这样子是很帅啊，可是没有想过啊，他们打篮球啊，出了一身汗啊，然后回去上课啊，就湿湿哒哒，然后那个味道很浓烈的嘞。哎呦，如果是现在呢，我才遇到当初的他的话呢，我就会送他 Jinvera。哦，对呀 ，Jinvera 呢也是我们新春饭起来的协力赞助商。Jinvera Wasma 天然微珠粒沐浴露呢，就结合了磨砂和沐浴功效。是的，添加精油，天然的香气可以舒缓身心，奢华护肤焕发活力，适合天天使用啊。真的，享受 Jinvera 世界奢华水疗沐浴春风洗容露。哎，我们讲了这么多，还没有讲我们在哪里耶？哪个中学？我们来到了这个喀江的裕华中学。是的，不知道在。会不会看到啊？我知道，看到你的初恋。你们搞错，我是巴都巴汉人呢，你不是我好朋友咩？样子像是不可以的，也是别人老公了啦，也不要啦。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新春龙龙车来到我们嘉营裕华光明行华文中学，让每个人都春风满面，欢欢喜喜迎接大地回春。在场的各位，今天八度空间为我们准备了很多游戏，很多节目，还有很多礼物赠品带大家来迎娶，祝福在场的各位身体健康最重要，万事如意，新年快乐，新春饭起来，全民一起嗨，嘉营的朋友听向你们的掌声。天哪，虽然我们今天呢只是来到裕华中学这里，但是我感觉就是全家营的声音都在这边了。先让我们的 buddies 们呢跟大家打声招呼，拜个早年。家营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坏新闻主播还有活力加油站的主持人王金义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小主持 Brian 林鸿彦。那么新年呢，我想要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小主持 Hosen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龙马精神。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收看八度空间华语新闻，我是叶剑锋。在这里呢要祝所有嘉颖的朋友呢，我们今天是在裕华嘛，那我知道裕华呢就是在马年诞生的，对吗？是吗？1918年。所以刚才 Hosen 讲了今年是龙年，所以我们希望呢所有嘉颖所有裕华的朋友呢都能够龙马精神。
谢谢。果然是叔叔，真的。呀、yeah, ，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然后呢，我是来自爸爸小主持的朱雨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小主持 Emily 蔡金萱。然后在这里祝所有玉华的同学们学业进步，然后老师们青春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活力加油站的主持，我是 Jean 黄明慧，在这里要祝所有人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，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八度空间华语新闻主播周秀阳。那么今天呢，在这里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身体健康，学业进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FM 的 DJ 可琪，在这边祝大家龙年呢龙腾四海啊，然后不管大人小孩都可以保有一颗童心，永远都年轻健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八六学系的主持人少龙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祝大家像龙一样，就是越飞越高，步步高升，身体健康。哇，好像少龙这样啊，真的。飞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八八六学系主持人少龙。小幸运，你的小幸运，希望呢你们就在2024年跟我的名字一样，天天 lucky。来来来，我们 happy 龙龙彩。组员在安排好各自的角色后，需要根据念出的指令，在十秒内找到相应道具，并回到框内拍照，完成最多指令并累计最多分数的组别获胜。准备三二一，同学们拍班级照了。学生 B 带生日帽，拿小 Happy 龙比耶。学生 A 左手拿花，右手拿拉拉棒。班长拿双手各拿一个铜钱，放在脸旁边眨眼睛。班主任戴红色帽子，手拿大元宝大笑。训导主任右手拿牙齿，左手捂嘴巴，表情尴尬。校长拿雨伞遮太阳。大元宝跟倒数，快起来！指着校长笑，班主任戴兔子耳朵，蒙住目镜，双手摊开耸肩，班长左手拿饶背神器饶背，
右手拿风车，学生 A 戴安全头盔，手举大 Happy 龙扮超人，学生 B 左手拿福字，右手拿锅铲，见牙不见眼笑。三二一，九。看到吗？这边发光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第二组就来了，校长，哇，起疑惑。完美诠释，我觉得真惊讶，我也吓到。没有，我的疑惑，你看，好。哎，你知道疑惑是怎样的吗？来，警官，推出我那边，刚才疑惑。哇，你这不是疑惑，你是疑神疑鬼。我在后面感谢人。是哪位？来，我定，指着我笑，对对对。OK， 一分，一分。卷啊卷啊卷！有戴墨镜，没有，那个是墨镜，看不到眼睛的，就是墨镜。我跟大家，现在的墨镜有偏红的、偏黄的、偏白的。也不可能比眼球在里面吧？哎，有这么远？对，在那个时代，对不对？我给你，我给你一分，来，再换一分。OK， 班主任，那我用护目镜跟你不一样啊。护目镜最主要就是保护双目。对，他有做到保护双目，所以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学生 A 安全头盔有，然后没有手举大 Happy 龙，有举 Happy 龙吗？有啊，举 Happy 龙啊，干嘛？干嘛？举红红的 Happy 龙干嘛？是谁的？当然是我们的。没有，两个都没有赢。OK， 一二三，三比二。OK， 总共应该是我们赢的。哎呦，拍个班级照美美的，这个时候呢要送奖品。啊，想不到就是拍一个班级照都会拿这个Shop的1.7公升的热水那电水壶。对对对，恭喜你们这两位小朋友。我们呢也是有安慰奖啦，有这个 Happy 龙的精美便当袋，还有红包封，还有红包，还有红包，哎，还有这个红包封，叫爸爸妈妈哦，包大大封的红包给你们哈。好的，哎，重点是看后面这个，哇，我们的幸运大轮盘来了。获胜队伍可派一位代表转动幸运大轮盘，若首次结果不满意，可另选代表再次转动。最终获得的大红包将以最后一次转动轮盘的成绩为准。3, 2, 1，2, 2, 1, 两百八，两百八，两百八，
大家新年开心最重要，好运来靠拢 ，Happy 龙龙泰耶！好运翻倍圈起来！哇，这游戏好咯，因为呢，如果说胜出的队伍呢，就可以除了获得奖金之外啊，还可以获得君菲拉送出的李兰还有李丹。是的，非常谢谢君菲拉，就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君菲拉 World Spa 世界奢华水疗沐浴春风喜龙龙。五人一组，每位组员需轮流翻杯子，一旦成功即可到前面移动圈圈，两组同时 PK， 圈圈率先抵达终点的组别获胜。开始。好，来吧。这个最难的部分就是你要翻到为止啊，慢慢清新，要坚持到底啊，这个才难啊。一点点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你手啊，有了，去去去，快点放！你没有，你继续，你要做到为止，做到为止，不然你不可以 pass 给下一个人。进上，进上，我们九呀，怎么办？可以的，可以，可以的，相信你自己。哎，他真的很难啊，不是这样简单的，真的不简单。还是你要换给那个美眉吃下？我要换一个，我们换人，我们换人。哈？我们很久，我们换人，我们换人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嗨翻，嗨翻，嗨翻。哎，心跳加快。嗯。哎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已经 blue 了，啊，可以换人啊，可以换人的是吗？可以换，来，可以换人的，看不下去啊！你接棒，你接棒，不能的，叔叔哎，啊，哎呀，我轻轻地告诉你，我们会玩到那个校长讲，哎，你们可以回家了。要换人吗？哎呀，他怎么？不是不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还有我们的，哎，快点去，快点去。哎，然后接下来，换人，换人，换人。锦衣，锦衣，锦衣，你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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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锦衣，你可以用力一点点。OK。啊！哦，快去，快去，好快！回来，回来。哇！好啊啊啊！中了！有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！怎么可能？美丽，美丽，美丽。谁谁？美丽，美丽，美丽。OK， 美丽，来，来来来，是他方便便是对。Brinkman。怎么？救场，快点！可以了，哎，啊，我来救了，接下来到我 ，OK，OK，OK。哦了了了了，哎，快了快了。哎呀，随便呢，哎呦随便哦。啊，有了有了有有有。我来来来，是了，我们一直徘徊在中心点，踩一点，叔叔，来来去去。哎呀，这么再来再来。下课，下课喽。哎呦，这样子我们一起来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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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没有走的位，你快站好，你不要骂他了喂，哇，我进了两格 ，next next 来，快点，我们多一个就可以了，什么意思？多一个就，因为现在是跳两格，现在玩的是跳两格，多一个就可以了，弹回来的，哎呦，你要骂他一下，快点点，两格而已。哇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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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厉害厉害！来，哎，谁来？快点 ！Mandy 把左边那个让我们找到他。好厉害，真的！哎，来不了！又来，又来，又来！拉扯，拉扯！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你可以的。哇！努力！哎，总而言之，我们是这样子的啦。OK， 今天大家一起吃午餐，然后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谁能够快一些？快点！两个，快点，两个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了，中间过两个，还有多两个才过关啊！我欢迎欢迎欢迎林，我们林来林林林林林来试一下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哇！哇，你是谁？果然，果然，非常恭喜 Orange 这一组啦！耶！奖金啊，这个红包之外啦，还可以获得我们桌面上的这个君菲拉送出的精美礼盒，还有礼袋，也是有礼袋，我们也是有礼袋啊，不错啊。对的，而且你看，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有哎，谢谢君菲拉，好开心，我们也有啦，好，一人一袋来送奖送奖。哎，我真的觉得风水轮流转哎。哎呦，感恩礼盒，哇，好开心哎，玩游戏又有红包拿，又有这么美的礼盒。好啦，哎，我们呢青春放起来已经是来到了最后一站了，你不要跟我说你还没有用的锦菲拉 World Spa， 我都有在用啊，锦菲拉 World Spa。对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锦菲拉 World Spa 微珠粒沐浴露呢，它就含有这个天然的微珠颗粒，就可以去掉我们肌肤上面的老废角质，然后它就结合了这个磨砂还有这个沐浴的功效，所以呢非常适合天天使用。哦，最主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在沐浴之后呢，它会提升肌肤状况，
对他的状态变好哦。除了就是均匀肤色之外呢，还会让你之后你擦柔身的时候啊，会吸收的更好。啊，真的？呀，有你真好。然后呢，我就知道说你是很喜欢那个 Jinbra World Spa 巴厘岛柠檬草和素心花磨砂沐浴露嘛，因为呢它里面呢就有这一个柠檬草可以天然去角质，而且呢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以及净肤。没错，还有这个素心花植物的萃取物呢，就可以滋润和舒缓干燥肌肤。还有就是柠檬精油，那天然香气呢，就可以让我们舒缓身心，奢华护肤，焕发活力，让大家都天天好心情。等一下我啊，放工之后还要进货买多多回家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你看每个人手上都有了，都很开心。Yeah. 是，那今年呢，就使用这个 Jinvera World Spa 天然微助力沐浴露。让你呢天天沐浴在春风，喜隆隆除旧迎新，开开心心过好年。太棒了！好了，马上进行我们另外一个游戏。一指神功。各组派出两位组员 PK， 双方需在守护自己组别笔的同时攻击对方的笔，先把对方的笔攻下的组别即可赢下该回合，赢得最多回合的组别获胜。三四一，开始！OK， 来第二轮，我们加了道具，记得这个是拿来嘎叫人，而不是嘎叫笔。OK，OK，、okay? okay. 好，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快点，又好打了，快啊！哎，然后我们每个人在玩了，就这样。嗯。玩完了一头雾水哈，我玩完了。OK， 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我的先跌下来啊！哎呦！三二一，哈！哈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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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先掉，他们先掉，等一下，帽子我要掉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我比还在。你要比在？是，小的还比都已经掉地上了。所以 Rickman 组就三分，然后二人组就两分， Rickman 组获胜。非常恭喜我们 Rickman 组的朋友啦，可以获得 Kinohimitsu 送出的天山雪莲燕窝一盒，来来来。节目差不多结束了，我现在就开始依依不舍了。肯定会啊，我们去了这么多地方，然后见了这么多人，当然我们要好好谢谢我们的协力赞助商，让我们可以顺利的拍摄。谢谢 IKEA， 谢谢 IKEA， 是你新春购物和需求一站式的家居用品商场，提供很多的商品哦。对啊，就包括这些清洁用品啊、纺织品啊、装饰品啊、玻璃器皿啊、餐具啊、还有植物等等等啊，应有尽有，绝对可以满足你新年团聚的一切需求。现在呢，就到临近的 IKEA 商场，或者呢，去到他们的官网、IKEA.my 购物吧。IKEA 新春产品和储物系列，让你的家焕然一新。不过话说回来、我们最后一站要去哪里啊？什么呢？哎呦，那边也是准备了很多的礼物要派给大家，是不是 ？Let's go， Let's go， 新春办起来，家里办起来，欲望。全民一起嗨 ，Happy Long Long Time！ 耶！
什么耶？最主要是什么？最主要不只是我们有我们两个人的，当然啦、啊，两个不可以了，我们还有我们的 buddies 们呢。已经够热闹了，加上我们就非常的吵闹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大家到底多久没有去巴沙这回事？很久，应该有几年没有去了。Long time ago。通常买东西就是懒惰，哎呀，虽然知道巴沙东西很新鲜，但就是真的就是因为懒。哎，这样你们两个嘞，距离上一次就是这么样的接触民众，除了前几天啦，前几次啦，对，这一次就算是接触啊。一年前了，就是一年前的活力满分的。Fun together， 我立马。哎，所以我觉得自从加入电视台之后，你会很期待农历新年，因为不只是可能跟家人过，我感觉就多了很多的家人哦。真的 ，OK， 所以我们今天是要跟很多的家人一起来玩游戏。对，而且我们现在全部人都能量满满，然后就很想要赶快开始我们的活动呀。Let's go！ Let's go！站起来，全民一起嗨！是毛爷的朋友，大家好！听下你们热烈的掌声！大家好啊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 buddy 请到我们的台下，有请我们今天的到场的 buddies 们来。我们先跟现场朋友们呢，就是先拜个早年吧。Hello， 是毛月的啊，安迪、安哥、弟弟、妹妹、哥哥、弟弟，请问你们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 美玲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子婷。祝大家啊，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。Gin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度空间8864的主持人 Gino 王贤耀，在这里祝大家。心想事成，然后呢，做工的呢就赚大钱 ，OK， 在读书的小朋友们呢就学业进步啦。第一位组员需将乒乓球弹入头上的篮子中，并传给下一位组员，直到最后一位组员把乒乓球放入终点篮子。限时五分钟，累计最多乒乓球的组别获胜。你要走一点，你不用高哎。进了！你往前呢？我看不到哎，你完全面。对，可以。好啊！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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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子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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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尖叫的。你起来一起。OK， OK， 你站起来一点。OK 啊。你可能一点点，对，你再推一点点，掌权。OK， 慢慢推，慢慢推，慢慢推，不要急，来。OK。到谁这边是我的。到你。恭喜 Raymond 这一组可以获得 Colgate 送出的精美礼篮，耶！恭喜恭喜！虽然我们是没有这个大奖，但对不对？开开心心哦，刚我们真的笑得很崩溃哦。还有这个精美红包封，还有给你这个汉比龙的好运来靠拢的地毯，真的哈！对对对，还有这个红包，红包封可以包红包。怎样？这个游戏开不开心啊？开心！你们想要玩吗？可以 try OK， 在家。哎，讲真的，跟自己家里人玩的时候，不要发脾气啊。你知道，跟自己家人就觉得，哎，你为什么没有放好啊？是这样的，容易发脾气。开心和谐 ，OK。好，非常恭喜你们啦！紧接下来我们要玩第二个游戏啦。组员都拥有五次机会，只要以手中的圈圈套到红色盖子的玻璃瓶即可得分，获得最多分数的组别获胜。OK， 很好。哎呀，哪一组先开始？我们给小朋友来剪刀石头布，要不要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我们赢了，输了开始。弟弟，你准备好摆 pose 没有？来，我们来讲 Happy 圈圈赛。好啦，弟，我不要为难你啊，你丢啦。OK， 来，准备好，三。一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哦，哎呦，我那么远呢，你丢得到，很厉害耶，哎呦呦呦呦，最后一个了，你想一下，想一下，看好好再丢，哇，有一分 ，OK， 来摆 pose， 哎，等下要讲 Happy Long Long Time 吗？一二三 ，Happy Long Long Time， 哦 ，OK， 好，时下最流行，看你有几个，哇，哇，最利落，哇哇哇哇哇哇。丢前面一点也可以啊，很快耶！可惜，我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刚才摆的 pose 不够吸引。不小心，你在那里看 Orin 摆的？没有，最主要是什么？虽然他一个都没有进，可是他的笑容很灿烂，他的。没有啊，这样笑容满分。他是外面笑，里面哭。不要这样子，我们这边很开心的，玩的。来，下一位，美玲，那我来试试。平时主播台很严肃，今天来一个奔放型的。奔放型的欧巴。不能的，他们有包袱。可以的，你有奔放，不用豪放。Happy Long Long Time。有看到脚有翘起来的吗？有，他有翘那个脚起来。有 Q 到，有 Q 到。一定可以进五个。好。可以的，差一点点。哎，很多人都是想要丢最远的地方，哎，我很想丢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加油，加油，美玲，还有两个。哇，真的可以耶！等一下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至少有两分哎。哎呦，手法有两分呢。拜拜。哦，让我们靠你了 ，Orange。摆 pose。你们要什么 pose？ 性感可爱还是怎样？性感。是要性感啊 ！Happy Long Long Time！ 好了，哎，这性感没？等下，妹妹讲，怎么性感是这样的？你怎么我丢这边会去那边的？可以往后面对准。
再来。你看，你看，扳手都在一半了了。OK， 可以来继续。我没有超过。海娜，那你没有超，你腰很长啊。原来你差不多整个都趴在桌子上了咯，这样都进不到。好了，我们有三分，真的很烂哎。所以你们这一组总共有三分 ，OK， 来恭喜一下。耶！接下来到 Rick 们组，来一二三 ，Happy Long Long Time， 可爱，真的。来，有五个，你慢慢慢慢跑啦。那，哎，没有，再来。我声音有吓到你吗？我声音有吓。大家，你这样子比较恐怖。啊，就快来吧。哎呦，快点，太低了，稍微的高一点点，你要飘上去啊，高一点，啊，一二三，啊，差不多了，一二三，啊，差不多了，感觉对了，啊，好的，来狗狗到你，狗狗 ，Happy Long Long Time， 摆 pose 啊 ，Happy Long Long Time， 哇，功夫吗？很英文这样啊，好了 ，Happy Long Long Time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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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嘞，你会容易啊？啊，你看，你越想要进，他就不要给你进，你看啊，要摆 pose 了，尴尬的时候来了。Happy 龙龙彩，三二一，靠你喽！哎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，对，哦，很好，哟，太高了，怎么办？不是，你差一点，很难超越呢。耶，好，很好，来了，怎么办？加油！我只要拿三个，你要拿四个才能赢过我们呢。对，我拿四个才可以赢你，而不是三个，三个来打平耶。Happy Long Long Time！ 这个是猥亵吗？眼抽筋吗？我要学你哦，半个人都在家。等一下，我没有，当然是没有这样夸张，不可以碰桌子啊，不可以、啊。OK， 我不要碰桌子，这是九十度吗？要丢了没？哎，是不是这样都不容易？也是啊，刚刚你的脚在这边哦，你的抢过我嘞，我不管。你看到男孩子小气起来也很恐怖的，哎，有一分，哎，你有过分哦，但是，喂，你刚也是这样哎，等一下。刚才 Orange 是不是这样？我刚才是这样的。你还有三次机会哦。这三次是一定要进的。对，小心腰哦。你还有两次机会。哎，可以不要打平吗？对对，能不能打平就看你了。不要打平嘛，打平就加十。哎呀，可以不要玩了吗 ？OK。好，可以不用玩了。其实，哎呀，要很酸啊！来来来，那来了来了，礼物来了。是的，我们赢的这一组呢，就有这个 Happy 龙的碗筷。真的很羡慕你们有这一个嘞。不过你有碗而已吗？我们有米呀、啊，煮成饭，可以放去碗里面的嘛。来来来，这也给你们。新鲜洋香米，这个也给你们。好的，好了，接下来终极挑战呢、啊？哇，那游戏好难哦 ！Let's go， 终极饭起来！游戏分为四个关卡，每个关卡将由两位组员负责。在进行每个关卡之前，需掷中挑战关卡的数字方可开始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所有关卡的组别将获得胜利。OK， 准备好啊，大家，三、二、一，来！加油！这个也是很困难的呀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子一直玩不到？好，开始，一人要设计，一人一个动作。OK， 再来。不用急，不用急，慢慢来，不用急。要多少个球？一个动静一个，来来来，一个动静一个，哎，来哦。你走过来，来上，你走过来，你会打输。OK， 来。第二组，把这个更好一点。快丢二号，丢了二号先啊！丢一个骰子，你要丢骰子啊！不会玩了，两样都激动。我们要重新讲过游戏规则吗？快点，摇摇摇摇！主人嘛，哇，欧瑞好会摇，你很厉害耶！要跳，你要跳，阿凡达。这样还不能呢，已经被那把屏
你不可以这样，你要挑一点给他弹弹弹。哎呦，你俩十五分钟了了。快点，第三个。有，懂大懂。有这么快的？哇，好厉害的。懂大懂，哎呦，没有懂大的这个懂大。这个游戏啊，哇，还有一个杯子。啊，这个很难呢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哇！弟弟要冲。来。哇！很好。咻！啊 ，next。好难哦，这个。骰子。哇！这花儿。厉害。他只是不小心丢下去罢了。喂，不是。要弹桌子啊！弹桌子啊！哎呀，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对啊，对啊，就大概这样啊。那看你的表情，看你的表情啊。表情很无奈。哇，哎呦，尴尬了我。一颗半啦，要进五颗，要进五颗。要进五颗啊！丢啊！好了，你们在做手帮忙的。我们等一下伸只手球，我们全部手在那篮子上摆一朵花。站住啊！好，来啊，慢慢来，弟弟。你丢吧，不要。然后你讲，我不要。你一弯，你的头要倒的时候要讲，我不要这样甩一下，那个球在前面。不要。可以。摇头一下，摇。不要。啊，摇啊，再摇大力一点，大力摇。哎，接下来两颗一起丢了才进，才一起吧，不用浪费时间。OK。也没有浪费多少啦。没有，你再讲，你下去啊，下去。好哇！好，直接倒在这里。低头，好像喝醉酒要开咖啡。时间到，多少时间啊？7分34秒。看我们这一组表演吗？我们14分钟。七秒。好，来，预备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一，哎呀，这样大力，一颗球就可以了。开枪，加红色一点。哇，你要放在上面啦！被我扑了！一个洞，还要一个洞在那边。我不可以这样子啊！我们有很多时间啊！妈妈来，妈妈来，呼吸，呼吸！妈妈来，不要这样，不要急，很多时间。哦，啊，不错！哇，对了啦！二号，来再来。好，快甩你们的！快甩吧！哇，你们很会甩耶！哇，你们动作都出来了！哇，这个观众学我！反正观众很好看，还是下三米！你要摇你的胸，你要摇你的屁股，你要动你的大腿！你要好了，俊龙，你要胸，你要摇，还有三米，你要摇，不是摇胸，这个东西不是绑在你的胸。跳，哎，我给你。亮丽，还有两粒，不然很快的。屁股下面一点啊，你这样。哇，好厉害！好，还有一粒，小心手啊！看到你的三号了，可以了。哇，累嘞，瘦了2公斤耶，肌肉。懂得懂啊，这个很难哎。懂得懂 ，OK， 我帮指。哎，原来要喊咒语的是吧？懂得懂。这个比 Brian 还会练，他应该是没有玩游戏。真的，如果真的你掉了要重来，真的很麻烦。没有，看不懂。准的，很厉害，超厉害。哇！四号。哎呀，你赶紧加点面。怎么翻了乌鸦叫？四号了，要选鸡蛋啊！看我们的手来帮忙哎，五个，哎呀，你们不用帮忙啦，你们我们七分钟来了，来了，两位，再干你，没干你成完了是吧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也没有在后面挡啦，不要盯到妹妹的眼睛啊！很重要啊！你一投武力弹啊 ！OK， 来 ，OK， 一击攻！哇，有300力击的这个幸运大轮盘，不要叫
幸运大轮盘啊，是终极幸运大轮盘啊！哦哟，终极爆炸厉害，塞雷幸运还要爆炸。获胜队伍可派一位代表转动幸运大轮盘，若首次结果不满意，可另选代表再次转动。最终获得的大红包将以最后一次转动轮盘的成绩为准。恭喜 Rick 们这一组，恭喜你们，因为呢就可以获得 Kino Himitsu 送出的这一个花旗参燕窝，哎，有燕窝收啦，一人一盒，一人一盒，我们也很好，我们有这个燕窝 Happy 龙的精美便当袋，哎，这个很不错嘞，好运会来靠，还有这个 Happy 龙的红包封。更开心的事情来了，我们这四位现场朋友，我们要派一个代表来转这个轮盘，好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 ，Happy 龙龙仔 ，Happy 龙龙仔，三百，啦啦啦。你们分，你们分一分。好，不要这样子啦，都已经终极了，我们没有的转轮盘咩？哈，这样不是很不公平？万一你们转到300哎，那就是命啊！那你们觉得要让他们转吗？哇，你这样子，你这个心态不好。我们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每个人都有奖品和奖金，大家开开心心拿红包就好。我们派一个代表来转呢。来，谁要？弟弟咯，给弟弟。来。Happy 龙龙菜，耶！三百，哎，过了，哎，回来了，哎，三百，哎呀，有80好过没有啊？对呀，原本没有的嘛，对不对？一人还有20块可以吃东西，一人20多好，一人20块可以吃一点东西。恭喜你们，恭喜，皆大欢喜！真的，大家开不开心啊？开心就好啊！你们开心，我们更开心哎！我们这么开心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唱歌给大家听。哇，让你们尽兴的而归啊 ！Let's go， 唱歌，青春泛起来，是毛月泛起来。这个新春放起来啊，真的要谢谢非常非常多的朋友，无论是一些当地的一些某些单位啊，协力赞助我们啊，然后呢也很给力啊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呢都哇好，这个我们做，最主要是什么，他们还会提供表演哦，对，好像学校啊，我觉得这个很感动哎，对，你知道他们还要花时间去练习的嘞，是啊，你知道有时候啊，我朋友看到我们 post story 的时候会讲说，哎，你们这样快就过年了，我们对呀，我们就是要提早过年的感觉，而且要提早把这种新年的气息呢，就是散发给一些朋友们，让他们先提早感受一下。是，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说，哎呀，好像没有什么年味，没有什么年味了。我们就希望可以再重新创造一些不一样的喜悦给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再次创造另外一种新年气氛。也希望呢，我们来临就是来年啦，还会有更多不同的机会来跟大家见面啊，玩游戏啊等等。是，当然了，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协力赞助商 IKEA、Colgate 还有 Jinvera， 谢。Jinvera World Spa 天然微助力沐浴露呢，就结合了磨砂和沐浴功效。是的，添加精油，天然的香气呢，就可以舒缓身心，奢华护肤，焕发活力，适合天天使用哦。Jinvera 世界奢华水疗，让你呢沐浴春风喜隆隆。我们真的可以回家喜隆隆了。真的要洗干净，你要流很多汗，有味道哎。你看，直接回家冲凉啦。我要买多多Jinvera回家。好啊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拜拜。